白底、绿花，还有黑点，关键是还去了一个角。材料的整体品质还是很不错的，看起来也算清爽，可是缺角要如何设计呢？如果左边切掉，不仅材料变小了，浪费了那么多玉肉，实在是有点可惜。究竟如何设计既能保住材料的大小，缺角的部分也能合理的解决呢？这个问题简单，我们曾经有做过一件独钓寒江雪，它就是以画卷的形式展开的。那么我们这块材料同样可以以画卷的造型来设计，艺术来源于生活，但优于生活。我们把画卷设计成飘落的状态，左上方缺角的位置作为画卷的卷轴向下甩出画面，右下角纯白的尖角去掉一些，做出画卷的另一个卷轴，中间的画面做出下坠时的飘落感。那么材料的基本大型已定，剩下的就是画中画的设计。画中以绿色的色花雕刻为山峰与翠竹，黑色花点俏色为画中仙所碑的行囊，这样一幅画中游的画卷就已敲定定稿了。突破传统的方牌思维，用画卷的形式雕刻出的画中画美景，您是否喜欢呢？